来拆快递啦！有没有人来拆快递呀、啊？哎，怎么没有人啊？哎呦哎呦哎！我现在哎呦我现在停！放着，我们一起把它再拆开看看是什么呀？大妹妹都不高兴了，怎么办？一起拆，妹妹一起拆。姐姐跟你一起拆了，我们一起打开看看是什么，让妹妹打开吧。嗯。妹妹都迫不及待了，是不是？糖果，真的是糖吗？不是糖，不是糖呀。哎，啊，原来是一个帽子呀！哇，这几个帽子这是？一二三，哇，原来是三个帽子呀！哎，你看，妈妈戴着这个黑色的帽子还挺漂亮的呢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挺好看的。你看姐姐戴也正合适，是不是啊？哇，姐姐戴着这个米色的好漂亮呀！啊，妹妹戴的是个粉色的，也好漂亮。一共有三款颜色，一个是粉色，是米色，是黑色。我们五一出游出去玩，带着它正好，是不是啊？以后夏天必备的一款遮阳帽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绳子呢，把它挂在上边，防止那帽子起风的时候刮飞了，是不是啊？可以这样。对，可以系在这个上面。这帽子大人也可以戴，小孩也可以戴，都可以适合，它可以去调节的。我们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戴着它好不好？要不然好大的太阳啊，是不是？